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觉得胸口被掏空？也许疼痛，但只要跟着唱出那撕裂伤口的情歌，仿佛最深最深的情绪就可以得到救赎。现在就来一起欣赏百听不厌的疗愈情歌吧。其实都有一首歌，粉丝们都爱得要命，然后每一次看到他们都希望他们唱，可他们其实已经唱到几千万，一定的几千万遍都不想再唱。像十分钟的恋爱，我真的我也不想再唱了。虽然很有听海，我也真的好腻哦，真的不要再叫我唱听海了。哎，对你很久没有唱听海，为什么？因为听海我虽然爱，可是我发现我唱起来不是说那么上手，我唱的比较好听。音高是差一点，是不是？我比较擅长的唱的是简爱。OK， 可是简爱现在还没唱腻吗？简爱因为很容易展现我的歌唱才华，所以如果硬要我唱，我还 OK 啦。可是，你有让林俊杰评论过你的歌声吗？林俊杰说实在，他很想跟我合作，是真的。我真的是真的，你问他。我真的是那天打电话给Blacky 陈建州，我问他，哎，可以给我小 S 电话号码吗？因为我想找他谈，就是希望可以有机会合作。合作是指什么？你写歌因为投资吗？投资服装餐厅，什么事情阻止了你跟他的合作？因为他自己，他想大牌。哦，不是，因为就有一天黑人就说林俊杰要你的电话，可以吗？我说可以啊，然后我就真的跟他通电话，说我要帮你写一个歌，量身定做。对。然后他说你出来跟我聊一聊，对，聊聊你的故事，然后我就帮你写一首歌。对。然后我想说这。两个人见面聊天不会很尴尬吗？你是怕动情是不是？然后加上就我唱歌又不是那个那么便宜就可以叫我唱歌。我原来说你唱的不是那么好吗？为什么改成这样讲？我一定要开高价，先开唱酬才决定。对啊，我这个人一定是见钱眼开的。请问真的当过婚礼歌手应该是你耶？哎，你在我婚礼唱过歌吗？唱多了，唱到自己都觉得自己的歌手的身份都变了。你平常不愿意当婚礼歌手吗？我其实还蛮常的啦，就是很喜欢助兴啊。那特别认识黑人之后，只要是他的场，不要说婚礼啦，丧事我都照样去唱。对啊。可是确实他是很好用的一个人呢。是。因为我蛮容易带。他慈善活动，他也帮你们做音乐的部分。对啊。我还被小 S 骗过做公益。我当时他打给我，一定要爆料，打给我说，哎，我看台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公益活动，针对一些就是一些比较小朋友。对。就是可能在一些智商方面各方面有一些残缺，需要帮助，需要帮助。我就好，那你会去吗？小孩子，当然我一定要去啊！台东人，我也是台东人的媳妇哎，开玩笑，一定要去。我说好，我到了机场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说小孩子不是要来吗？一天都联络不到人。那天活动我上完，唱完歌表演完之后，再打给他说。啊，你去了是不是？啊，活动很顺利圆满。我说很顺利，那你呢？哦，人在台北，可能没办法下去这样子。他被骗？没有骗啦，是因为那天真的临时有事。你很糟糕，我那时候排除万难。没有，其实我早就跟他讲说，我那天没办法去。我也是很多赚钱的 case， 我都推掉了。没有，因为他也是台东人，我想说公益活动就找他，然后他又人脉很广啊。你真的很喜欢找人家，他自己不去耶。对啊，因为那个是我公公邀的。所以你们拿到其他歌手的专辑，真的会回家好好的从头听到尾吗？我会，我会把它灌到电脑里面，然后 iPod 里面听。洪恩呢？你音乐应该听蛮多的吧？比方说俊杰的专辑的话，我会想说他这张专辑有没有什么厉害的地方？对，听听还好，就摆在旁边。如果听哇很厉害，就可能会。你曾经有听过我的专辑摆在旁边这样子的？没有，就是就会觉得说啊，他厉害的地方在哪里？你听了谁的是还好摆在旁边的？都不错，都没有变。所以你旁边没有任何专辑吗？就是在中间吗？还在哪里？通常我听都会想说，哎，到底这是特别新鲜？我最喜欢听的就是创作歌手为主，比方说创作歌手都来。创作歌手，张志成也很会唱，也很会唱。对，他的转音。你是在哪一个演出看到他的表演下？没有，就是我都是上节目。我 iPad 里面听的时候，我就会有时候就会。我 iPad 里面，你 iPad 里面有我歌？有。然后我听的时候就想说，哇，真的很好听。然后谁啊？就看一下，张志成就吓一跳。哇，这个你本来意外，我很意外。就要跟志成来告诉他一下，他在部落也蛮受欢迎的，很多部落的人很喜欢唱他的歌。真的吗？对，因为他的转音很多嘛。部落喜欢唱转音多的歌。部落很，你看那个佳佳、小军都是走转音派的。太会唱，想要挑战厉害。稍微有一点醉意的时候，那个转的更自然。你知道，走里面。
因为他的转音很浑然天成嘛，其实我们部落不太喜欢唱很直的，一定要有高难度，对，有一点高难。洪威，你是说你现场你心里有一个排名，是说在你心中谁最会唱，是不是？不同的特色，就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，已经是分门派了。那张志成的歌是凌晨三点钟。凌晨三点钟这个歌当初红的原因是，就唱得好啊，没有开玩笑。是啊，唱的是很。是我不知道，因为可能这个歌站在很多都会的男生这个身上是很成立的，因为有时候你就是在玩在闹，然后到最后回到家里还是一个人的感觉。就凌晨三点钟刚好，它是因为它 title 是一个时间点，很容易记，就大家都会想说嗯。在 KTV 的时候很想要唱一首，可是你会有感觉是这首歌比你的人红吗？真的我有，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我的歌比我自己红，因为我的个性比较低调一点点，所以不会主动跟其他艺人做朋友，说我们一起出去玩。没有，我前四年在台北的时候，就是2002年到2006年是完全几乎是没有朋友的，那我都一个人待在家里，然后就是这样。可是其实来康熙讲过好几次他不会打扮这件事，他上一次来有一直在讲他修眉毛啊什么这些，还有弄门牙，对对对，就是希望我们称赞他变很帅。我心机没那么重啦，不过注意一下 OK。有啦，有越来越像明星的样子。对啊，你不用因为讲到自己都不好意思。起码没有人攻击过你，不像某人啊，直接在网络上说王宏仁这个人唱歌不错，也还蛮幽默，但就皮肤不好了一点。不，这个是某人，是这个。这个接在公开的网，我觉得好耳熟哦。就你呀，对呀，对呀，你干嘛讲人家皮肤的事？直接不是因为我没办法，就是单纯的夸奖一个人，我难受啊，会觉得血液好逆流。他说你音乐适合放在饭店里面赶鬼的。对啊，他说向前冲。我那么用心，就怕有鬼的话，应该放他的这个。你知道吗？我那么用心做一张专辑，你知道一年这样子沉潜这样子，然后送给主持人，结果他就你哪有沉潜，一天到晚在我旁边出现，那是被逼的，不错，哪有潜？好，张志成也要上场喽，好啊，好，欢迎张志成。现在是凌晨三点钟，喝了点酒头有点痛，寂寞的夜点燃空虚的夜。暂时把心放空，你晾的床单忘了收，没烫的衬衫有点皱，明天开始我将如何面对没有你的以后，那些美好的画面反复在我手，担心破碎了之后要怎么去拼凑。 Baby love can be so beautiful， 只怪那一刻话说得太重要，所有的情节都失控。 Baby love should be so就陪伴的凌晨三点钟。我都会在旁边这样子，因为我觉得他都这样，他很爱转。可是你刚刚也跟对，你一个动作超老派的，你是哪个？是那个？是吗？这么不是？他也讲说那个烟和酒，只有烟和酒，因为他想要夹烟，就要做出一个武侠片的动作。是你要接飞镖吗？夹烟应该。夹烟手指可能要稍微弯一点吧，就是你这样子太像武侠片。我觉得烟和酒这不需要配手饰吧，不需要每一。他精心设计的一些动作啊，不是设计，不是设计，也不是设计啊，就对啊，你应该烟和酒。你知道是烟凌晨三点钟上节目唱歌很干的，你不觉得吗？我有试过哎，其实我之前有一首歌是跟静茹一起合唱的，《明明很爱你》，本来里面是有一段是有 rap 的，结果呢？对，结果我们 rap 进去了以后，那个制作人啊，或者是我们公司的企划讲说，你们好好唱情歌好了。你 rap 起来是什么样子？哎，你还记得吗？
明明很爱你，明明想靠近，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不把你抱紧？过后珍惜才是最厉害的武器。我的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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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有静茹，有。我懂了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有个屁啊！你看，他们都笑翻了嘛，破坏那个浪漫，对，完全完全是不行的。本来公司有尝试想说，哎，品冠你要不要来 rap 一下下这样子？你为什么不能？然后也写了一段 rap。蔡依林那个为什么一定要又做开场啊？反正就有一些字，我们唱的时候是唱得很爽的，静茹也唱得很爽，但是我们后来私底下讨论讲，哎，这个绝对不能够放在正式的版本。所以梁静茹也是不 rap 的，是不是？我也不行哎，但是我平常会在。你怎么又又啊？工作的时候我可以每天日常生活 rap， 但是我唱歌不行，表演不行。你日常生活哪里用到 rap？ 哦耶，又塞车，今天为什么又塞车？我又迟到之类的这种的。哦，耍宝的，就是好玩的。生活所以品冠，你的唱最多遍的歌，这一首歌是这个是我在比较早期的时候，我单飞之后第一张专辑就是《疼你的责任》。嗯，那首歌因为2001年的时候出的，然后那时候因为其实我每次写歌，我大部分都会将很多我当时的感情的部分会放在我的歌里，所以这首歌我写的时候就是刚好那时候感情很甜蜜，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歌，也是我单飞之后的第一张的主打歌，所以变成说大家的 focus 就会在说啊你现在感情很甜蜜这样子，是，然后我。推出了那张唱片之后，大概不到半年吧，然后我就那时候跟我当时的女朋友分手了。但是我在台上唱的时候，就觉得整个人是很空的，然后行尸走肉一样，所以变那段时间其实还蛮痛苦的。唱这首歌，那你现在唱这个怎么办？现在 OK， 因为已经过了很多年。欢迎品冠。那是一人情事。说的一些话，你知道那有多伤人吗？但我顶多只记个三分钟吧，最后依然体贴地送你回家。有时想如果我不是一直让你，也许会懂得学着体谅，但是我完全无法硬着心肠做得让你有一点难过失望，总觉得有疼你的责任，要你是最快乐最单纯的人，因为你让我的心变得丰盛，原来不奢望的变成可能，总觉得有疼你的责任，让你做最轻松最自然的人，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，爱的表现包容才算爱的完整。这个歌都是抒情歌哎，那都不适合尾牙。对啊。我觉得在内地，通常主办方都会要求，就是指定你唱哪一首，不管那个场子的气氛怎样，他们要你唱这一首。对对对。万一前面就是动感歌手，然后气氛已经很嗨了，你一唱会不会很吃亏啊？那就可能会先唱一些比较节奏一点的歌。然后就是可能 ending 还是疼你的责任，还是会嗨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家是很熟悉，对，因为比较熟悉，对。而且这首歌非常适合在那种婚礼上，我有好几个歌迷，他曾经邀请我去做 wedding singer， 结果你有去吗？有啊，有去。那需要开价吗？还是要开价？你的江南应该真的是一定被要求要唱每一次。江南算是我这个歌唱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首歌。你现在唱还会有感情在里面吗？尽量还是，因为这首歌本来就是它不是那么直接那么白话的那种爱情的歌，它就是一首比较有点小梦幻中国风的东西啊。我们今天也要你唱，也要我唱的。OK 啊。
写在三张纸上面，还有万分之一天，因为我就站在这一点，圈圈圆圆圈圈，甜甜甜甜甜甜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埋怨的温柔的脸，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，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善变，相信爱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，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，离愁里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现场很厉害，棒，好听啊。谁会想说这首歌会输给王洪恩？哇，又来了！哎，我真的觉得，真的，我觉得评审不公平了，真的应该是你得奖了。没有啦，因为当时那首歌我们可能比较没有注意，他现场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你有吓到吧？真的是吓到。可是你在 KTV 是不准人家点你的歌的，是？尽量就是，通常去 KTV 都只要他们点我就不唱。那你去 KTV 都唱谁的歌？我都可以，就是伍佰嘛，王洪恩的我都会唱，我都会唱。比如说，通常我会比较挑一些像杰伦跟力宏，因为 key range 比较高嘛，哦，喜欢唱比较。因为朋友就会喜欢点你的歌来叫你唱啊，那怎么办？对，我尽量会拒绝。我说你要点我的歌，你们唱嘛，那我可能跟你们和声之类的。可是像我那时候啊，就去跟那个杨宗纬他唱 KTV 嘛，我就整个很嗨，因为我觉得他唱好多歌都很精彩，对，我就一直点他好多，我说你唱这个，你唱这个，你唱这个，然后我就瞎唱别人的歌。在林俊杰唱完《江南》之后，唱你的《月光》哎，顺便。稍微对不对？回忆一下当年的一个竞赛的感觉嘛。OK。对对对。不会是你一唱完，大家说怎么可能是你得金曲奖？还好。要压过他。不会怕了，没有压。不过他真的很难压啦。是。对他真的，但是我们有自己的风格嘛。对对对。对啊。Sagrada do mal lhes fala, roupa é da mágoa. Nisso sensa vai que说你有吗？梁静茹有吗？真的唱的，我觉得很感动。有感动吗？而且我刚刚是一直看着她唱歌的表情啊，我很欣赏那种唱歌的时候，不管外界，不顾一切，就是在她的那个情绪里。可是你有看她皮肤不好吗？有，不要这样，我也
听哎，我是说真心的。谢谢谢谢。我可以翻唱吗？哦，没问题。对对对。哇，这所以你不会觉得接在林俊杰后面有吃亏吗？不会啊，我觉得不同不同对呀。跟你讲，被梁静茹翻唱以后，大家就会忘记原唱是你。OK 啊，就会说哎，有一个皮肤很差那个歌手。特写一下，来，很好了吧？好多了，好多了啦。对啊，梁静茹，你的这个歌，听说是唱的时候，你在演唱会上看到台下很多人是边哭边唱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有见证过，真的看过，他真的是边哭边唱。怎么办？等一下，对，就是观众就是因为梁静茹落泪，而不是因为月光落泪。他吹牛吹了半天，不同的 style 了，落泪的方向不同。今天最后我们欢迎梁静茹上。是琥珀，泪滴滴被反锁，情书在不朽淹没成沙漏，青春的伤忧，白云飞走，曾勾引暗涌，闪过的念头，潺潺的流走。之所以动人，词曲是很重要的元素，当然歌手的诠释能力也是不能忽视的哦。而歌手若长久演唱同一种曲风，是否会被定型？一旦要改变演唱风格时，他们能否驾驭得了呢？现在就来看看台语歌手挑战 RMB 会是什么模样吧。真的 RMB 的唱法会让人听不懂他在唱的歌词内容？我觉得不一定哎，而且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会被那个 RMB 吓到。不然你现在唱一句，我让学习弟听歌词内容是什么？随便你，随便你就唱一句。现在是凌晨三点钟，喝了点酒，头也有点痛。哦，方惹，他刚唱的内容是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有那么夸张吗？你这个 RMB 五官，你根本耳背。对，歌词要带过去，不要太唱太清楚。好，那王老师，请问台语歌手他们本来的唱法跟 RMB 的差别最主要是在哪里？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台语歌手唱过 RMB， 像最近有什么萧红人啊这些人。那我觉得其实，我觉得不能说跟 RMB 有关系，但是跟 Blues 有点关系。我觉得台语歌曲其实很多小调会跟摇滚乐或是 Blues 会，我觉得会有点关系。那我觉得最大差别，那当然一个是传统音乐嘛，他们因为习惯性就是唱这些就是固定调式，什么旋律就什么旋律。那 RMB 是因为真的是很即兴很 free 的，所以说这种真的是隔行如隔山，你真的要叫台语歌手一下跳到这边来唱，我觉得当下是绝对反应不过。先让他表现一下他本来厉害的地方哈，比方说你想听他模仿叶爱玲，我好喜欢叶爱玲。哦，为何不开口对我说，你并不想走？
拥抱我。蔡秋凤，为何不可以后我说你并不想走。阿基拉，阿基拉，你不是说你会模仿阿基拉？我随便说的。哦，为何不停留在一处，紧紧地拥抱我？你今天这集够了，啊，真的吗？对，R&B不用这样回去，我就想叫王老师，他如果会模仿这么多其他的歌手，他只要用模仿的心情唱 R&B 就可以。其实我刚刚真的觉得，如果他今天就算 R&B 没有唱好，我觉得问题就是他可能太 concentrate 原曲 R&B 怎么唱，他应该把他刚才那个三个的他有的技巧其实融合以来唱他自己 R&B， 我觉得一定会比他去学别人唱 R&B 会更好。江小琴，你知道 R&B 的灵魂长什么样子吗？不知道，就是看过。R&B 灵魂大概就是长这样。我可以继续付出，付出就够我满足。我不相信爱情对我永远的残酷，我奢望时间会为我祝福。有，我听到一个满足那边有一点，他那只是足，满足那句让他。Love you, love you, may I love you, tell me, love me too。我可以继续付出，付出就够我满足。不相信爱情对。他有足。你是说要把它念成 zoo 吗？没有，因为这个华音就是一般歌手都是会这样唱啊， zoo， 那是最普通。真的吗？那哪是 R&B 啊？好，不然我们请教原唱者张志成。而且他来，张志成出来。好，你的 key 好。Love you, love you, may I love you, tell me what to do， 才能让你不孤单，我不孤独，一起找幸福。等这个世界。请放心，我还是你的信徒。哦耶！啊，你们知道我会了，我会了。我知道，第一个要假装 A B C 发音，对不对？对。什么还要这样子？还有信徒。有吗？我有那么夸张吗？换气的地方断开的都跟他不一样啊！因为他故意不唱在拍子上，他故意等了一拍然后再唱。对啊，这个或许张志成他的原版 CD 上面可能不是这样唱。你示范两句，他现场就是说你换气的地方断得很不一样。Tell me what to do， 才能让你不孤单，我不孤独，一起找幸福。这个世界。一步一步滑倒，
来吗？请放心，我还是你的信徒。秀娟姐，你有没有听到他在一步一步之前，他也这样噔噔哈，一步一步，他前面还哈了一下，哈，对，就是很 freestyle， 好像。你可不可以全身？那个节奏，节奏是这样，他刚才的方法。好好来，我和声，我和声。好好好，来，太棒了。Love you, love you, may I love you? Tell me what to do， 才能让你。找幸福，当这个世界一步一步华丽到荒芜，请放心，我还是你的信徒。嘿嘿，有有有有，哇，他学好快哦，对，是这样吗？有比较吗？可以啊，其实。其实 R&B 有时候真的不单单是音，很多就是呼吸跟节奏跟长短音，就倒不是那是说一定要唱什么音，很多时候 R&B 人也没有真的滑很多音啊。他们很喜欢用那种压缩音的喉咙唱，那种哈的，那个你们是不太使得出来。那你唱一段这个字 ，Love you, love you, love you, love you, may I love you, tell me what to do。好压缩哦。你会吗？你会吗？会啊，就是用这边的声音比较多。哎、欸，他是问我啦，我已经这边弄很久，你这边。Love you, love you, may I love you? Tell me what to do。真的也难为你这么，怎么那么儿子？台语唱片歌公司竟然这么会。你有没有看到我那个灵魂？你有看到我的灵魂吗？有，看到了，跑出来了。三年不在了，好不好？你试试看。Love you, love you。等一下，再说一下。太用力，不要太用力。你 love 不要那样子啦，你 love 不要 love。Love you, love you。等一下，再来一次。好。Love you, love you, love you。不对。Love you, love you, may I love you? Tell me what to do。哎，好像有进步哎，有进步。我的灵魂有跑出去了吗？你有进步，有点类似欧阳菲菲那个年代的那种 R&B 的感觉。也是起码靠近啊。对，有好听的感觉。哎，你真的是可塑性很强哎，很厉害啊。好可怕，我还是算了，我还是唱台语歌。好啊，好啊。比方说流行歌曲，你有办法唱吗？不要唱演歌，也不要唱声乐，因为私底下已经很吵了，还要唱歌。所以你没有在听张惠妹啊、陶喆、周杰伦这些、没有。那你可以用正常人的声音唱歌吗？正常人是什么？他在别的地方住太久。就比如说，就是声音不要是那个，不要唐老鸭的声音。没有唐老鸭，我没有唐老鸭，你没有唐老鸭吗？没有啊，你现在没有故意用唐老鸭声音讲话？没有啊，我这是我的声音呢、啊，那是米老鼠啦，是米老鼠。我的声音就是这个样子啊。OK。对啊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那不然，台语它起码应该可以唱吧？比方说你唱一句舞女。打扮哈下人会通了解，走不路的悲哀。那唱的跟你一样。啊，下人会通了解，走不路。好厉害！现在就是要给我宣战士。他比你有血有泪很多。你干嘛唱成那样啊？不是说好就放松唱吗？那个音我发不出来。听海，一句。听海哭的声音，听海哭的声音。他其实很厉害，只是他故意放很多哭腔进去啊。那种声音我发不出来，你的声音我发不出来。再来一次。听海哭的声音。我声音没有那么松散。他可以用同音唱哎，他刚刚那样，他不要加哭腔，就变娃娃音哎。对。可是，所以这个其实他可以，他有两种声音。他声音很厉害，对不 对？所以老师，你看好他唱 R&B 吗？啊？R&B 我不知道。洗了再次饿，等一下，我就唱不出来了。你唱的很好哎，真的吗？只是内容很好笑，你就照你的唱吧。可是他是这样子唱的，不是我唱。你唱，很好听。
做其他的，不炒也不拿餐材料要充额，热不洗头掉热花乱不洗洗了冲。等一下，老师你为什么跳走啦？还怪老师耶，犀利，我觉得不是老师你不能先跑掉耶，他有一点，我是来宾崩溃了，好可怕，失控的来宾，他有一点像方大同的声音，很好，可是歌词很不合理啊。不是我写了这首歌是一首简单的不复杂也不难唱的那一首歌，这不是那种两个人的故事写在一本小说，你告诉我你唐老鸭，那小说里有谁在花田里玩了虫，这就是一首写给你听的一个拉萨拉萨，一直想写一首拉萨拉萨。刚刚有一段真的是唐老鸭在说话，这也无妨，也帮 R&B 也开创另外一条路。你讲得出来？真的，对，就是反正大家都很震惊，或是怎么样去唱 R&B， 突然有一个人这样唱。R&B 他只是在那个迪士尼卡通人物的模仿秀啊。Who cares？ 那条路是有人要去的吗？没有人，就他一人去的鬼路。之前你会唱 Love Song 那边英文的那个 chorus 部分。奇怪，刚刚他你就站出来唱，为什么现在你坐在那里？先坐下， oh. 先坐下。这我要打出去。好，叫 Love Song，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， 你给了我一首 Love Song， 那滴最会播放，也许会上榜，不过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。哇，好好听哦，会唱，就这样，哎，好好听哦，差好多，好好听，张若昀你也会吧？没关系，我听成蔡圭了，我听成蔡圭，我吓一大跳。张若昀，张若昀，不过你试一下拉颂这边啦。拉颂，一直写诗，一首拉颂，你给我一首拉颂。乱耍你的爱情，你来得很棒哎！他怎么了？怎么了 ？key 太高。可是他其实有比刚才更能掌握那个气的。对呀。他是有点像邓丽君那个年代唱 R&B 的感觉，很复古。真的吗？对，是那个年代的。他是王志平，他现在抓比较没有。其实，我觉得他的技巧用在他刚刚唱的那第一首歌，我觉得还比较 OK。这个歌真的要就比较 light， 比较淡一点唱，不要像他这么不要那么用力。对，我可以啊，我可以，老师再给我一次。OK。预备。淡一点，轻一点。喉音。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个今天的挑战当中，我觉得其实对方瑞儿的威胁最大。对呀，因为蔡圭本来就没有在走流行歌曲的路线，对他已经是一个偏门到极致的路线。然后秀清他真的唱 RMB 真的唱不错，我是真的是很传统的，我是好像像以前穿旗袍，现在要来穿像那个小孩子。可是你今天这首歌其实本来就有传统的唱法，对不对？但是里面还是有那种。RMB 要唱，我不晓得怎么唱。你就不要钻研在那个滑音嘛，你就有些时候节奏变一下就 OK 了。好了，那我就听你的话了。Go！ 灵魂拿出来，灵魂。不要这样子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。不会变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哦耶，轻轻的一个吻，沉
轻轻打动我的心，深深的一段情，再随性一点，随性，却成了我一道路径。哦耶，我问你爱我有多深，你爱我有几分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谁的心，月亮代表谁的心，月亮月亮代表谁的心，哦耶。唱的怎么样？我很有天后的架势。你好歹演喝醉的酒女，你知道？她一直试图想要抚摸自己的身体。就要让自己飞，我不晓得节拍对不对，就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老师说它可以发展成性感的 R&B， 对不对？唱了有几分 R&B 的，你先不要管这个，我觉得至少他有在那个节奏上面。对，我觉得不一定真的要有这么多的技巧滑音，其实是有感情，然后在这个这样的节奏里面，我觉得这样也成立啊。老师，他刚才这样的时候，你有被他迷住吗？有啊有。因为他今天到底是要跟蔡圭交往，还是要跟光瑞儿交往？我觉得瑞儿姐比较适合他。很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真的是三个不一样的 style。对对，有一个就是来乱的，真的是唱。OK。有一个就会学到一些 R&B 的感觉，那这个就是比较中肯的 R&B。如果是说我们硬是要这样，有诚意的，对，有诚意的，不要这样讲，我那么好好，老师他在撒娇，他在跟你撒娇，他在跟你撒娇，谢谢啦。请你用你本来的唱法唱一段这个歌。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。他的粉丝抓去打，就是我看乱唱。你看他人模人样，刚刚那什么东西？志成，他跟 R&B 的差距是什么？我觉得他整个人很松是很对的，因为唱 R&B 你要很自由很松。可是我觉得他到人家很嗨的时候，他会又回到他的那个就是唱演歌一点感觉，台语歌的感觉。你可不可以出来教他一两句？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？我爱你有几分？我的情不移，我的爱也不会变。月亮代表我的心，哦耶，轻轻的一个吻，哦，轻轻的一个吻，懂我。真正的一段情，却成了回忆，到如今。哦耶，你问我爱你多深，你爱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周志成，你完全变成被他包的小狼狗。真的吗？我变了吗？我变了吗？我说周志成完全要了，我要回家吃药。没有，他变成被那个。包了小狼狗，虽然有点好笑，但能在短时间的指导下唱出这般成绩，只能说这些演艺圈的前辈们的歌唱根基真的很扎实，即便是 R&B 他们也没在怕的哦。